我们表现出一个这种文化上的灿烂的这个色彩。Yeah, 不能光是西洋乐器，还有中国乐器等等。Yeah, 那么既有交响化，也有民族化，那么表现出这个龙年这个灿烂的各种呀，很多的不同的颜色。今天肯定是有过年的气氛嘛，进来的时候就已经看见这个红色的小龙了吗？啊，好久没有自己做手工的感觉，虽然说我自己做的这个龙蛮抽象的，然后但是也是希望新年能讨一个好的彩头吧。